所以你会看了吧？反正就是 ID 后面，赢你就不要管它，你只要管笔画少的跟有两个字的迷你跟金就好有个字就是金。了。还有赢啊，很屁耶！太红了，还有啊。我来了。没事，套工。找到石头。啊，靠腰。好，大家都试过了。好，没关系。HTT。哦，不行。我的爸，我满血被撞死。你没吃饭啊？我有吃饭。大家疯狂的。啊，要帮你锤用锤 buff 了，你看看你。麻痹爆米花，睡了睡了，来那个抱着聊。好，后面那一下不行。上吧，我不行。没有石头。啊？为什么你身上就随时要石头啊？哎呦，他掉下去啊！不要。在这个要石头的年代，你身上没有石头真的很惨哎。这个烂路是几次力竭？没有了，刚有的是没有了，是，很极端的。一号营地吧。空哥也来了。好处是，哦，一号营地。
因为他跳石头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跳那个。我怎么出来？看一下。哦，直接冲过去跟他们哥面对面。不是啊，轰哥不会跟他打、啊。有了还是？没有。这很记得。哦，感觉他打人啊，没有的话把他赶走了。好，我的反应怎么样？我在装我的一抽弹。对啊，我来了，闪光弹。三连发，可以啊。我闪第一次的话跑掉啊。黑的，我没石头了。
脚麻的，等一下，吹个。你要吹了哈。好了。我弹药应该是够，我看一下。够了，17%。啊，所以这边魔物只有对啊，狮子，对啊，而且这是最后一次，好，没关系。可以抓了。嗯。地道。啊。大坑。啊！哎呦呦呦呦呦！被抓了。地洞的。藤蔓放过了，地洞放过了。在这儿。地洞放过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我这儿。我左右门各独一个。哎呦。那边还有一个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好，有了，解除陷阱。转辅助，开始啊！继续刷那个永远的梦。好，永远的梦好。看力竭的啊，对哦，我的植物差一点。永远的梦，我再刷一只大小金，我就要休息。两次力竭，红影暴鳞龙，看过一个。一次力竭倒下，冰牙龙，五个奖还算了。可以啊。我冰牙没大金啊！我想说五个奖，怎么了？奖励多少不管啊，因为可是浮棉小金，哦，有了，猎人门龙人的梦想，哇，所以可以哦，所以可以，因为我刚好刷到银了，所以应该可以。你太猛啦！我什么都没弄进来，没事吧？没关系。保护你，他等下进去帮你吃，不要怕。没有，密药没办法。欸，密药可以给吧？可以啊。好，我帮你带一个密药。我帮你送你一个古老密药了。哦。应该，我不知道多几场可不可以，应该可以吧？不用怕，你不会猎伤，也不会睡觉了啦，只要不要死就好。
一下我的密钥。哇，他好小心。哎、欸，不是很给哎、欸，要刷塞了。过期才不给，还是要出去才能给啊？你说回到那个帐篷吗？没有啊，要出去哦。我说帐篷不行。哦，你说跳下去哦？对，我、哦、好小只哦，超小只的。吃不就好了？它可以吃营养剂啊。我稍微跳出去一下。加水量啊。好，被开好。我要看一下，好小只多小只、欸？不行哎、欸，下去也不行。好。真的好小只哦。小知道一个不行。可以啊，可以给密钥啊，但是你要不要？啊？可是我给了、啊。古老的不能给是不是？哦，古老的不能给是不是。好了，我们可以下去了。密钥就好了，啊，不惜给他四枪走就。我们可以下去了，下来下来下来。来不及关，把这些出来。啊，我困了。谢谢谢谢。我传个不动一吹乐器哈。啊，那个也碎了。真的好小。这么可爱啊，把你带回家养好了。啊，怎么是你这只啊？啊，把他引到那边去，然后撞他过去，然后把门关起来，有没有很棒？有想法吧？我可以吧？可以，我去另外一边改。我、哦、白痴哦、喔，他怎么都弹过去？尝试的不错。可是有守门员在啊，你这个十二码没有进啊。我怎么知道守门员突然变胖啊？快！哎呦，这个有机会。哇，好多好大。这个有想法，这个有想法，这个有想法。哎、欸，谁去门那边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了。我准备开门，这边不行，要另外一边。我在门这边啊、哦、你们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，他歪了他歪了他歪了，看谁啊，他在给我吸气回来啊，哎、啊、睡了睡了睡了，好好，我不理他我不理他我不理他，不要理他，我今天这边来了啊，他有办法，他的问题是福眠龙会理他，我知道啊，好好吧，只要就两只同时狩猎就好了、啊。来来来，关门。哎哎、欸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关关关关关 ，nice 关。有有有，碎啦！HCT， 你看 HCT，HCT 加油 ！HCT 在那边吗？我过去陪你，我过去陪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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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这样。帮我吃到药就好了。好像不行吧，可以啦，可以吧，可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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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故意饿给你听的，有了有睡了啊，睡了，好，没石头，我去拿个石头，好，我拿了，加一，错，可以，
可以抓了。二十。好。有了，那过去吗？你就丢回家鱼，然后用鸟飞过去就好了。好，我可以哦。可以啊，可以，我先。看，这不就过来了？割刀就过来，可以撞吗？不行啊！哦，差点下，是，哎，可以投吗？哦，晕了，啊，我可以抓，这十二炮就可以抓了，三趴的，三趴，刚看二十二炮一起来三趴，我也刚刚看看是三趴，二十二趴，啊，不愧是最强的赛亚人，我来了，嘟嘟嘟嘟嘟嘟。还有破欠呢，奇怪的判定，有没有奇怪的判定啊？他设定就是这样子。莱克米奥再刷吧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有打击。还有驯龙的要刷参加。那刷那个就好了。驯龙影。
驯龙跟浮门都是赢。哼。好啦，摸你，然后就没摸了。十二点了，你还不收塔？还没，还四分钟，很骗我。我们快56分了。就是这个了。银沙小啦，驯龙迷你来了，驯龙吗？对，那我来。好了，打完这只我要睡了。嗯，我居然挂台挂到睡了一回，哇，好爽哦！我是躺在床上躺5分钟就要醒来的，很惨呢，没有好好休息到。好啦，准备要休息了，你可以去睡觉了。现金支付肉定时。感谢你，驯龙。哇，好小只哦！下去吧，飞过去吗？飞过去。慢慢打、啊。好。关起来。我来了。好，粘着。你怎么擦的啊？啊，超宠棍可以的。我到底怎么擦的？就是。撑杆跳，对，撑杆跳跳过去之后，它会自动点出在那边。对，都不用按什么东西吗？是，只要贴近就好了。哦，哦，怎么用的？最高了，往上跳就跟、那個、上面按
空白、欸，掉哦，跟鬼一样哎、欸。迷你怎么还那么大只？骗我，骗我没养过猫。是，我是没养过猫。软泥右手，软泥的脸。软泥尿尿的地方，呆滞哦，好失败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够晚的。睡了，看。我试试看，我这边应该可以。哦，你来，应该了，没。你来。叫。是没有声音的，没有耳塞啊。我刚才说他刚刚吼我没有声音、啊。哦。来自我来，可以抓了。好，呀、yeah, ，可以休息啦。休息啦。如果 YT 加会员可以进 DC 吗？可以啊。然后 P 四有办法快速吹奏的说，只是我不知道你 PC 怎么用。快速吹奏，你是说一键吹奏吗？平时睡15个小时以上，好羡慕啊！这样，休息，嗯，晚安，睡了。那个 YT 加会员的话，就是要那个点开你的会员资讯吧，还是什么个人账号那边，然后就是拍下你的个资啊，就是你的账号资讯，然后跟我的那个台的那个证明，然后拍下这个到粉专私讯我，然后就可以帮你拉进来。快速吹奏，你是说一次吹三个吗？还是就是没关系啊，应该总有办法的。好啦，今天先这样子啦。什么叫做逢反撞舞的经理人？你的 ID 好特别哦、喔。是要在接哪里呀、啊？接哪里哦、喔？那个你。第二个应可以省略动作，这你是说三个吹完然后再吹强化后，强化后可以省略是吗？也太屌了吧！有这东西？我去看别人玩笛子好像也没有这样子过哎，是这样吗？你是指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嗯。
N N。我试试看哦。嗯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吹啊。通常我是这样子吹到一亮，我就马上滚掉了、啊。还有别的吗？有吗？冲刺发射。没有这样子啊，看一下。这三个吹完啊，不知道哎，我去爬文看看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影片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，恭喜咯。那个会员资讯你先解，那如果解错的话，那个我们家的小秘书会再提醒你在哪边，这样子。好啦，拜拜，各位晚安，早点睡，我要再去剪影片了。好啦，赶快睡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按到。